宋老师，我会很认真努力去做的，请期待我的表现。不要被申代表骗了，其实这一切都是他在利用。代表，你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？中午吃什么好？你喜欢意大利面吧？我知道有一家很好吃。你谁啊？这副德行凭什么去拍我们 KOK 哥哥的 MV？ 给我仔细听好，立刻从 KOK 哥哥身边消失。加油，纯信！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中天娱乐台。